哨声响起，选手卖力奔向终点，告别疫情，慈大附中校庆运动会在众人的期盼之下恢复举行。大地和风，校长带领全校千人一条心，是运动场上的特有风景。欢迎校友回娘家，来学校一起参与这个热闹的活动。暌违四年再度开放校园，师生家长还有校友们一起同乐，现场热闹非凡。期盼这个学校会成为你们永远的家。今天也是一个好天气，所以大家才可以把准备这么久的东西很好的展现给大家。一起来做爱心好不好？在校园的另一头，还有园游会募心募爱，义卖所得捐助尼泊尔与印度新建学校。压轴登场的国术表演，道气十足，象征慈济精神代代传承。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科牧许正雄花莲报道。